在我家，开口就是四个字的成语是件很普通的事情。学中文可以很生活化。真是一个无什么有又喜什么酒的人，是无中生有，喜新厌旧。也可以通过听故事。当一切都准备就绪后，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我正要说，你不要打断我。再带点好玩的元素。汉图带成语，华言小语，12月2号起早上9点，8频道 Octo 时段和 MeWatch 同步观看。